Hello，欢迎 Tracy 姐姐。我们就继续过，然后你们想看什么类型，我们都是可以讲的，好姐妹们。然后我们就继续过款啦。来，好，这个二号哈，这个二号它是一个条纹的一个毛衣，条纹的一个毛衣，对，面料是挺厚实的，而且是一个高领来的哈。对，你们要是不喜欢太高领，可以像它这样直接折起来就好了。对的。对，这个也很显气质，很好看。当内搭穿也是没有问题的，也是210拍。喜欢这款我们扣三号哈，三号，对，妹妹身上毛衣一号，然后裙子又二号，然后我手上这个是三号，是的，对，喜欢打三号加210哈，就一件。还有我们的四号，等一下，它还有另外一个黄色哈，姐妹们，粉色还有个黄色，都是210，喜欢打三号加颜色210拍，穿到65公斤以内没有问题。对的，对，喜欢扣哈，没有就先过了。来，我们的四号，这个也是做一个大版的，可以穿到我们的65公斤，然后是一个开衫来的，到时候单穿它和单外套穿都没问题，因为它这个设计点就是到时候过年穿啊，然后圣诞节穿都很好看，有姐姐爱的都可以看上身效果。然后这个是我们三号210拍，哦，四号210，然后还有这款哈。对，这个是一个五号哈，姐妹们，这个是一个五号，它也是一个毛衣来的，对，面料都是很厚实的，而且这款比较减龄哈，对，哇哦，绝了，对，这款也很好看，你们搭妹妹刚刚身上那个裙子也是可以去搭的，对的，很百搭，对，或者你们搭个裤子也是可以的，然后后面就是有带镂空的一个设计，绝了，对，然后还有带一些珠珠哈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纽扣是这个珍珠哦，珍珠点缀来的。喜欢都可以扣哈，这个是五号，在公屏上，这个可以穿到65公斤没有问题。喜欢打五号加，没有就过，也是210拍。哇，这个我们的六号，它是做一个撞色拼接系的，非常的有辣妹的一个风格，英式风来的。然后它这里做一个不规则一个设计，一个抽绳绑带设计，到时候这边你可绑可不绑哦，都是可以调高这个开叉的。这个是我们六号来的，非常英式风，可以穿到我们的65公斤以内都没问题，弹性非常大。对，然后刚刚那个五号还有一个黄色，还有一个粉色，哈，姐妹们，还有个白色，三个颜色，喜欢都可以打五号加颜色，210。对的，这个六号也是210，然后姐妹们可以扣起来，然后这个也是孤品来的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七号，哈，姐妹们，来，这个是七号，一个。撞色系的一个毛衣哈，对，很有圣诞那味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下面都是一些圣诞小朋友，小雪人，对，你们看一下这款，哎，做的很大哦，可以穿到我们70公斤以内都是没问题的，好的，对，
今晚大部分都是孤品来的，因为板娘要清板衣了。对，因为要过年了哈，猫要回家过年了。对的，都清掉了。这个是我们的七号。对的，价格非常便宜。版型很大哦，都可以去交，没有就过了。没有就过了。还有这种上衣，它是做一个高圆领的一个有点中领的一个上衣，对。而且它这里是撞色系，直接拼接我们的条纹款，也是一个束口设计，防止那个透风啊都可以防的。然后这个是一个针织面料，有白色、高级黑，还有一个橘色，还有一个墨蓝。哦，对，这个是三个颜色来的，白色、橘色，还有个黑色。对的，甜甜价也是210哈，姐妹们。210块，喜欢的姐姐可抠哦，可以看上穿的都没问题。对，然后210块，我们继续。好，我让你把，我帮你挂钩。后面是前提。这个好看哦，你姐姐们试一下这款吧。哇。这个哇，这个很优雅耶，很优雅哦，不知道我 hold 不 hold 得住。你肯定 hold 得住。hold 不住呢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哎呦，我拿对鞋了，我怎么样？对了，有这个鞋。哎呀，怎么扣不上去？哎呀，我拿起来，我拿起来，你下吧。我拿起来哪里大？我拿起来哪里买一个呀？还是你们想看大衣呢，也有大衣，然后它还附赠了一个腰带哦，姐妹们，价格也是很甜，它只要699台。哇哦，直接绝了。对呀、啊、就699，你们都不爱吗？哇，好显瘦啊，这个哇，这个很辣哦，而且搭这个下板裙，因为它很好看，高腰设计。对对，到时候也可以这样子折叠，你下面可以搭一个长靴，会气质一点，更搭这个衣服。对，或者搭个短靴也行。是的，你看一下，绝对气质了。主要是这个裙子真的很百搭，姐妹们。有点那个狐狸的一个感觉哦，它是做的这种毛毛，对毛毛设计，对，都是有拼接的，有点妩媚哈，姐妹们。对的。而且很收腰，很显身材，就直接是 S 型了。对，有没有爱的这款？210，210也就420。有一个黑色，还有我说上这个白色。白色，对，上身效果就是这样子的哈。这款有没有姐姐爱的？也是210台，然后都可以扣起来，因为只剩一个白色和一个黑色了，都几乎都是孤品来的，没有就没有了。是的，没有就没了，错过就没了，还等待吗？我拿回，我拿吧，我来穿。你们要看什么类型可以扣？对，都可以扣在我们公屏上。好，这种破了领的一个毛衣哈，对，针织面料来的，这个版型没有说那么厚，但是还是蛮可以的。然后有一个唐老鸭的一个设计图案，印花图案，很 Q 哈，这个也是210。对的，210哦。对，哇，后面还有个大大的印花耶，希望你们都可以去抠的哈，姐妹们。然后没有就过啦，没有我们继续。对，你要看什么都是可以讲的。哇哦，这款直接绝了，这个直接是一个长羊的一个毛衣来的，到时候你搭一个风衣啊，那种同样的长度的一个风衣，然后搭上去叠穿，真的是很绝的，直接有大陆美女热味了，姐姐。这个有没有爱的韩国女主啊，女主的感觉，它是做一个面料，都是比较厚实一点的，然后也是做一个长版的一个毛衣。对呀、啊、这个搭个大衣绝了哈，姐妹们，这个也是210台哦。对呀、啊、不敢相信，这个真的是很绝，这个只要210，姐妹们。对的，然后没有我们就继续下一款，这个是我们的8号。对， Hello， 欢迎我们的大方姐姐，晚上好哦。晚上好哦。你们要看什么类型可以跟我们讲的哈。对。还有这个，然后我们继续过款啦。有一个黑色，还有一个黑色。这个版型做的比较大，可以穿到我们的70公斤以内都没问题，而且是男女同款的，男生女生都可以穿。
也可以当情侣装穿、姐妹装穿都没问题。而且它是做一个字母的一个印花设计，直接就是那种高级的杂志感。有爱的姐姐可以扣到公屏上，这个是9号来的。对，对，都是做一个比较厚实的一个面料，然后也是210台。对，都是210哈，姐妹们。对，今天全场大部分都是210。210偏多。对，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这种。这个超薄，对，这个棒球服，但是它叫做棒球棉服啦，对，它是有厚度的，超级厚，超级保暖，它姐妹们，超级保暖，对，这个很酷哈，可以叫妹妹给你们套一下，看看效果。它有三个颜色，妹妹手上这个绿色，还有一个蓝色，还有一个咖色，这个很保暖哦，直接就是那种运动风来的，对，而且是连帽款，对。来看一下，对，这男女都可穿哈，姐妹们。男女可穿哦，这个。对，中性风的，而且价格也很便宜。是的，欢迎我们的 Betty 姐姐，晚上好。晚上好。这个甜甜价630台。630台而已。对，你们喜欢也可以一整套吧，妹妹身里面这两件都是有卖的。这两件都是有的，然后它主要就是一个厚度有点像那个羽绒服的厚度，不是单纯很薄。对。不过上镜效果看着就是没有那么厚实。其实你它很保暖的哈，姐妹们。对，很保暖的，也很轻。630，然后还有一个深蓝色，还有一个咖色。这个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对，你们看一下爱不爱？这个真的穿上去很显。对呀，可以买回去和老公一人一件呢、啊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给家里像上初中、高中的女儿、弟弟妹妹啊，对，都可以带。对。都是可以给他们带的。Hello， 欢迎大宝姐姐，晚上好。没有我们就过了哈，对，没有我们就继续过。还是你们想看那种？我们刚刚榜娘给我拿来了一个，就是长款的大衣，然后还有附身一个腰带。对，价格也是很甜哈，699台而已。699。对，只要699，我们都是很有长款的大衣啊，那些。都是有的，毛衣都是很多的，里面的都是装在袋子里的。对，你们要看什么，我们都可以去点菜哦。对，优先点菜哈，姐妹们，你们看什么，然后喜欢什么款式，我们就去先播什么款式，然后是都可以，我们就继续过款咯。对，那么好，这种妹妹身上这个裙子好像还有什么颜色？有这个黑色。它身上是个咖色吗？对，咖色来的。还有一个黑色 S 码的哈，姐妹们。对的 ，S 码的。对，210。这个很百搭，因为它是做一个高腰设计，对，就是我们腰线的。它上身很好看呐、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显腿长，主要是这块腿就在这里了。是的，喜欢都可以去call它哈，姐妹们。对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继续过啦。哦，还有这款卫衣哈，姐妹们。好，这个帽子还是可拆的哟、哦。卫衣连帽T没问题，收到姐姐。突然，商场突然关灯了，我们开个上关灯。对的。对，还有这款哈，这款有没有爱的？这款就是一个连帽的一个卫衣来的。是的。对，然后看一下内里，内里是带 baby 绒的，哈，姐妹们是带 baby 绒的，对，加绒的，然后它是一个。印花设计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有三个颜色，杏色、粉色，还有一个咖色，对，三个颜色，甜甜价280台。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帽子，也是带有一个笑脸的一个设计。是的，对，这个280台哈，最后三件三个颜色，喜欢直接打笑脸卫衣加颜色，对的，粉色、这个、咖色，还有我们的一个杏色。是的，可以穿到我们的65公斤以内。这款我觉得70公斤以内都可以入哈。对，这个版型很大，你们喜欢。喜欢的可以看上身效果都没问题。对，然后这个上身很嫩的哈，对，是的，这个粉色好看。有爱的姐姐可以扣喜欢，然后也可以看我们上身效果的一个形式。对，然后没有我们就继续过下一款。再买就继续过。对，像我刚才穿的这个棒球服，它其实的帽子我才发现它是都是可拆卸的，这个帽子都是可拆的。对的，你到时候觉得麻烦，你可以把它帽子拆下来，然后就。直接当一个外套来穿，没有帽子就少了一点累赘嘛。对，然后
大宝姐，你说要找这种戴帽的卫衣哈？对的。我暂时就看到这一款，然后我们去里面看一下有没有别的。对的，去里面帮姐姐找一下。对，我们去找一下哈。然后还有，这是我们自家的内衣哈。对，你们有喜欢也可以看看哈。对，还有新到的这些睡衣啊、睡袍啊，都是有的。我们转一圈看一下。对，然后我们来找一下货。这音乐太大声了，我去放小声音。这种小香风的一个上衣啊，外套，对，小香风的一个外套。对，我把镜头调一下，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。这是为什么？对的，在这个袋子里。就是对，就是这种，然后它都有布阵腰带的，还是蛮好。对的，布阵腰带，这个也是做一个布灵布灵的伞。对，这个很好看、哦。对，我刚才说的就是这种中长款，然后它布阵了一个腰带，你们看一下，都是带细伞的。是的。皮带来的哦，而且它扣子做的很贴心，是这种扣子，到时候你一按一扭就可以。来，这个是挂这里的吗？不是啦，是腰挂腰上的。我是搞，对，这个价格是699，很亲民的699。它还有其他颜色哦。对的，还有一个，稍等，给姐姐们。还有我们的温柔紫，温柔紫，是的，哇，这个好闪啊，这款。这个也好看呢，这个绝对气质款，姐妹们。对，还有这个紫色哈，还有我们的一个卡其色哈，还有卡其色，还有我们的一个白色，姐妹们，还有白色哈。对的，哇，好多颜色，还有一个深橘色，还有一个浅橘色，对，有六个颜色。699哈，如果喜欢宽松一点的姐姐，可以像我这样子系个蝴蝶结，这样绑起来。喜欢紧身的就可以，不是，喜欢宽松的就可以不用绑这个腰带。喜欢显身材一点就可以系一个这个腰带，是的，直接系一个蝴蝶结，然后勾勒出你的腰线啊，这样很气质的。对，这个有没有姐姐爱的？爱的都可以扣在公屏上。这个价格多少？699哦，有没有爱的？这个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很薄呢。主要它材质也是做的那种，就是里面做的也是有加厚的，很厚的，不是单单那种薄外套啊，都是有加的。稍等，它里面是有那种棉的，对，是这那里是这样子的。有喜欢可以扣哈，它有好多个颜色哈。对的。对，然后就没有就过来。然后大宝姐，你要找这种连帽的卫衣哈，我暂时没有看到。对，我们等一下有过道就给你过一下哈。对，因为今晚都是孤品，对，孤品，价格都是超级便宜的那种。还有这一款也是比较辣妹的一个毛衣哈，姐妹们，对，都是针织面料来的，针织面料，然后是一个条纹款，你们可以看下面有做一个修身的一个设计，上身效果是真的超级显身材，姐妹们。这款穿到我们的60公斤以内没有问题，我记得它好像还有个黑色，等一下看看有没有，对，没有的话，这款喜欢扣一号哈，210牌一号，对，都可看穿哦，没有就先过哦，对，没有我们就继续过哈，姐姐。然后我再找一下，你们想找什么类型可以跟我们讲哦。对，今晚要的是毛衣的天下哈，毛衣偏多。还有这款也是一个高领的哈，高领的一个毛衣。对，高领的一个毛衣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这个、短款的哦，很高。也是一个条纹款，这个也很好看。像下面搭个白色裤子都是很好看的，很好搭。这个也是210台。这个面料很厚实哈，比刚刚那款还厚，上身超级保暖，很适合最近的天气去戴。这个是二号，喜欢扣二号加。对的。对，都可抗穿，没有就过了。没有问题。然后继续我们的三号，它这款是做一个连衣裙的一个设计，版型做的超大的，可以穿到我们80公斤以内都没问题。对。然后有姐姐要是想显瘦一点，你可以自己搭一个腰带，这样系起来，然后就是可以。勾勒一下腰线啊，都是很好的。它这里有一有做一点
就是这种棉质啊，就是有种印上去的一个感觉，就是 3D 立体设计。对，有喜欢的扣我们的三号，没有就过了，没有我们继续过。还有这个四号哈，这个四号也是一个毛衣来的，然后它版型可以穿到我挺大的哈，可以穿到我们的70公斤都没有问题。是的。对，然后上面有一些五颜六色的点点的一个设计哈，对，比较特别一点，有种彩虹糖的一个感觉。是的，这款是四号，喜欢打四号加，没有就过了210台。对，还有我们的五号，五号这款上衣就是有种运动风，直接瑜伽风的一个感觉，它是这种连帽款来的，然后这里拉链你都可以调节，主要是版型做的也是比较修身的，可以穿到我们的65公斤以内都没问题。对，喜欢的扣我们的五号，这个甜甜价是140台。对，140台，就一件哈，姐妹们。对，就一件了。它这个是很好看的，很显瘦的。对，比较休闲风。嗯，分享，谢谢分享，谢谢。然后有在直播间的姐姐帮忙分享一波，谢谢。然后还有我手上这款开衫，有没有爱的？对。它是一个黄色系的哈，姐妹们，黄色系的一个开衫，然后它五加吗？好的，那老姐收到。五加。对，然后这先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一个爱心扣来的哈，爱心扣很特别。来，姐你先截图。对，姐你先截图一下。然后这个截图好，我先帮姐姐收起来。我别摔倒。3、2、1，好过。好，那这个就先帮你收起来哈，然后我们继续。Hello， 欢迎群群姐姐，晚上好哦。对，然后我们继续哈，然后这款开箱有没有爱的？这个是六号哈，姐妹们，六号，爱心扣来的哈，很有设计感，一个开箱可以穿到我们的一个65公斤以内没有问题哈，65公斤以内去戴它。对的。先帮我们换身哈。这个哦，这个粉色好像还有一个粉色，等一下看看有没有。对，这个是六号哈，喜欢打六号加210台。对的，粉色的在这里。哦，对，还有一个粉色，都是亮色系的。有喜欢粉色，就是粉色是比较温柔风，亮色黄色就是显白一点。有爱的都可以扣我们的六号加颜色，210台。没有就过了，我们继续过。对，还有我手上这条连衣裙，不是半身裙来的，它也是很百搭的，主要它是做一个松紧腰头，一个百褶裙。这个也是我们的210台，有爱的可以扣我们的高级货。七号加，然后没有我们就过啦。对，也是210哈，姐妹们。210。然后还有这款也是一个长哦，也是一个毛衣来的。对，它是一个焦糖色哈，焦糖色，然后是一个华夫格那感觉哈。对，你们看一下设计。对，而且比较厚实哦。对，这款也是可以穿到我们的70公斤没问题。喜欢打八号加哈，姐妹们，八号加210台。对，男生也可以穿的，其实是的，这款男女都可以去穿。八号没有就过210。对，然后我们的九号一条加绒的一个牛仔裤，对，它是一个深蓝的一个颜色。这款有没有爱的？也是带一个松紧腰头，到时候宽度都是不怕勒的。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码数。这个是一个 S 码来的，穿 S 码的姐姐可以去入这一条，只要210台。对，非常修身，里面是加这个加绒的。有爱的姐姐可以扣起来，扣我们的九号，然后我们继续。对，我们继续。还有这种真心绒的一个裙子，一个连衣裙来的，姐姐就是赫本风的一个感觉，稍等。对，穿上去是这样子的，而且它这里有这个松紧腰的一个调节啊，这个绑带设计后面是这个可以调节的，然后有带布灵细闪，到时候你参加晚会啊，然后聚会啊，都可以去穿这一套的，非常高级。对，绝对的引人注目哈，姐妹们。对的，这个其实还有两个颜色的，但等一下看一下，给姐姐找一下有没有。然后没有，我们继续过来。210。然后还有我手上这款哈，也是一个开箱来的，然后它是一个紫色系的哈，对，比较偏温柔一点。这款有没有爱的？也是210台，是的，可以穿到我们的65公斤以内没有问题的哈，版型很大，
喜欢扣十号姐妹们，十号加都可看穿，没有就过了，没有就过了。对，210十号。刚才那个灯芯绒的裙子，它还有一个黑色，九号来的，喜欢的姐姐扣九号，加颜色，然后我们继续过。对，还有这个长中长款的一个上衣毛衣来的，姐姐就是一个白雪公主，有一个颜色，对，这个很显肤白。有爱的姐姐可以扣，在我们公屏上都可以看穿。你要留的吗？然后这个是我们的，我头皮要掉多久？11号，版型这么大，可以穿到我们的75公斤以内都没问题。有爱的可以扣，没有拿卡，难不成太小了？我们继续过，还有这款，这个是12号哦，这个是那种毛毛的一些面料哈，姐妹们，对。超级柔软，超亲肤，这种不会扎肤的，你们可以放心去入。而且这个主要是它领口比较有设计感，你看一下，是一个斜直角肩的一个设计，是的，这么有设计感。这个也是穿到65公斤以内哈，65公斤以内去戴，十几号，12号，对，喜欢扣12号哈，210台哈，姐妹们，210，我记得还有个白色的，等一下看看有没有，对。210哈，喜欢扣12号加，没有就过啦。这个比较有设计感，是的。然后看一下我们13号，它这款开衫，这个很好看的，它这个可以当上衣单穿，然后可以开衫穿都没问题。对，宽度可以穿到我们的65公斤以内都没问题，只要它是下摆这里有做一个束腰设计，很收腰线的。有爱的姐姐可以扣12号加，然后没有我们就先下一款。你比较傻了。然后还有这一款哈，姐妹们，这款也是一个开衫来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比较有设计感哈，有点小香风那味哦。对的，对，然后还有两个口袋，这款也是建议65公斤以内去入它，210台，是的，喜欢扣14号加，没有就过了，没有我们继续过。对，还有我们的14号，有没有姐姐按这款？15号了吗？不好意思啊。然后这个是比较大版的，可以穿到我们80公斤以内都没问题。它是一个灰色比较低调一点。这个男女可入哈。14加吗？来，姐姐，你看是这个香风外套吗？开衫。切，我也没有穿嘛，在这里。你看一下你扣在公屏上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要？要的话你就截图一下。对的。截图，然后就帮你留起来。对的，这个210台。再看这一下，这个是要吗？还是说你想再看一遍？对的，还是想看上身呀？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对，都是可以扣在我们公屏上的。谢谢你，莫妹妹。我就在请个白色莫换下。目前给我们黑五 K 啊。是吧？好的。来，姐姐是 OK， 那你截图一下，我帮你收起来。嗯，好的，好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帮你收。看来这酒量基本呀。然后好，这个哈，16 ，OK， 那我帮你收起来了。对，这个是16号，这个就是妹妹刚刚有给你们过的那个白色，然后还有一个蓝色，对，可以穿到我们的70公斤以内没有问题哈，版型这么大，然后上面都是有带先。磨毛的一些设计哈，但是这种都不会扎肤的哈，姐妹们。对，这款还有一个白色，喜欢打16号加白色或者黑蓝色，蓝色就更显白一点哈。没有就过啦，中长款来的。是的，然后像大宝姐姐刚才戴的那一款，它还剩一个粉色，有爱的姐姐都可以加单的。对，也是210台。然后我们继续过，还有这种。这个也是一个中长款的一个毛衣哈，对的，这个面料很舒服哦。是的，比较厚实一点。对，这款有没有爱的？也是210台，210，这个很奶哦。这个是的，有爱的姐姐可以扣在公屏上，可以穿到我们80公斤以内都没问题。喜欢可以扣哈，对，奶肤的一个感觉。喜欢打20号哈，姐妹们，20号。对的，没有就过了。然后继续看一下我手上的21号，21号它是一个桃红色，还有一个粉红色，
对的，因为它上面这里有带一个珍珠的一个点缀感，都是超级重工的，而且很性感，直接有点 V 领感觉，有点深 V 感觉。但是你穿上身这个不会漏的，这个可以放心，因为它这里做的虽然是开叉，但是它这里你穿上去垂下来，它是直接到这里的。对 ，Hello， 欢迎玉珍姐，晚上好。有一个桃红色，还有一个少女粉，还有一个少女粉，对，全都是210，210。那当年捞来啥东西？然后这个是21号来的，喜欢的直接扣21号加颜色。对，没有就过啦。还有这款哈，这么大版，这么中也是中长款大版的一个开箱哈，姐妹们，它是做了一个撞色系来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爱不爱这款，可以穿到80公斤哈，没有问题。对，也是只要210，而且它面料是超级厚实哈，姐妹们，这款上身保暖，虽然说会走透风，但是你们里面穿个打底美背就好了。对，是的，它这个是一个设计点来的。对，喜欢可以去加22号，没有就过了，没有就过啦。对，然后23号继续看过来，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毛衣来的，但是它主要设计点是这里有带镂空的一个小性感，直接可以吊肩穿没问题。有一个这个可以穿到我们的75公斤以内是没问题的，75公斤。然后它有一个这个浅卡色，还有一个卡其色，对，对的。这款有没有姐姐爱的？爱的可以扣22号加颜色，210台，没有就过了。还有这款哈，姐妹们，这款是一个高领的哈，高领的一个毛衣，主要它这里还有做一个露肩的一个设计。但是你们要是觉得这个露肩会透风，你们就把它折下来，然后再往下一拉就好了。对，这个也很好看，这个版型也很大，穿到75公斤以内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喜欢这款扣24号哈，对，210台，210。对的，我记得好像还有个黑色一样。我们先看一下哈，对，24加没有就过了，210。然后我们继续，然后像我手中这个套装来的是一个两件套，这个有没有姐姐爱的？这个是我们的23号，而且它是做一个前短后长设计，上衣可以穿到我们的80公斤以内没问题。然后这个裙子，因为它是做一个均码，有睡衣的啊，有啊有啊，我们这是我们家，我们家，这是自家档口啊，姐姐，对，有睡衣哈。我们自家有内衣、内裤、睡衣、睡袍、美被、保暖衣、背心，应有尽有。男士内裤也有，对的。男士睡衣也有，男士保暖衣也有。对，塑身衣啊都是有的。对，你们想看都是可以扣的哈。对，然后我们就继续。对，像我这条裤子，这个裙子它是一个均码来的，到时候姐姐要带的话，可以帮你们量一下腰围。上衣是可以穿到85公斤的，裤子腰围就要量一下。对，金丝绒睡衣。没有，金丝绒暂时就没有啊，大宝姐姐，我们基本上现在里面是那个纯棉的，或者是那个宝石绒的，这种会居多一点点。金丝绒这种暂时是没有啊。对，好的，收到。然后这款套装有没有姐姐爱的？爱的都可以扣起来，然后帮姐姐买上身都是没问题的。上衣是210，然后裤子的话也是210台。对，一套下来就是420，一个套装来的。喜欢扣哦。23号，加没有我们就过。然后还有这款，这个是25号来的，姐妹们，25号，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桃红色的一个毛衣。领子这里是比较有设计感的，也是210台哈，210，面料很厚实。对，这款你们可以先备着，过年去穿都是可以的。对，比较气质款，这个喜欢打25号加哦，210，裙上身没有问题 ，OK。然后喜欢这款加好没有，我们就过了。你给我录个公交车。这个裙子吗？刚刚那个半身裙。就裙子还是套装一整套？你套一整套去试吧。嗯，好，稍等，对，我们看一下上身效果，然后继续。好，这个26号，哇，这个好厚。
这个超级无敌厚实，超级无敌保暖，姐妹们，这款穿到70公斤也是没有问题的，面料很厚实。套装有黑的吗？套装不是吗？我这个要帮你找一下哈，帮你看一下有没有哦。对，这个要帮你看看有没有。Hello， 欢迎 Jenny 姐，晚上好。这个要帮你看一下有没有。灰色两套都是灰色，有两件，有两套。两套都是灰色哈，没有黑色了，姐姐。对的。灰色更休闲啊，灰色也很好看啊。对。然后这款，这个毛衣也是超级厚实，这么大。喜欢这款扣27号哈，210台2120，27号。没有就先过了哈。你们想看什么类型可以讲哦？还有这个价格谁听？这个开衫，这款有没有爱的？这个有没有爱的姐？对，这款开衫哈，它这个是不可以扣的哈，直接披上去就好了。这个甜甜价140台，140哈，这个穿到我们的一个65公斤以内都没有问题。对，140喜欢扣。29号哈，29号没有就过了，没有就过了。这个是30号哈，也是一个毛衣来的，是一个浅粉色哈，姐妹们，这个也是不会扎肤的哦，这种都不会扎肤的，超级亲肤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对，也是210台，30号哈，姐妹们，30号210，没有就过了。把桶型摘掉，我全身都是金的。然后继续，刚刚给你们过的那个，我说那个，哦不是，不好意思，这是另外一款。对，还有这个哈，这个也是一个高领的一个毛衣，然后这版也是。款型好大，可以穿到我们的75公斤以内都没有问题。这个比较有设计感哈，撞色撞的很好看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款爱不爱？32号哈，210，没有就过。然后来看一下妹妹上身效果，来是这样子的，这个真的是很修身哦，而且对，就是很休闲风格、运动风来的。到时候这个高领可以直接扣上去，也可以这样子折一点下来会比较。对，比较好看一点。这个好看耶，有两套哦，姐妹们。对，剩两套了，而且它这个我穿上去的话，这个是有点松的。对，我们可以量一下腰围。对的，可以帮你们量一下腰围。然后要是因为我建议姐姐们可以这样扎上去，因为放下来就是显得比较简单，比较休闲风，扎上去会显腿长一点。对，更显气质一点，姐妹们。看一下这套有没有喜欢的。背后是这样子的，因为这里有做开叉的一个设计，到时候你前面扎上去它不会说就是没有型啊。裙子后面也是哈，有带开叉，可以看一下后面。它有两套，现在只剩两套的，有爱的姐姐可以开的。对呀、啊、一整套也才420台。对的，420。然后姐姐也可以先考虑一下，我们继续过款了。对，你们可以考虑这套爱不爱，最后两套没有就过。嗯，继续过。对。来，我们现在继续。还有这件上衣来的，这个有没有姐姐爱的？爱的都可以扣在公屏上，可以穿到我们的65公斤以内是没问题的。它是一个宝蓝色，哦，版型也是做的比较有弹性，喜欢扣我们的高规划。你是一波洗的吧？骑车鞋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姐姐收到。然后这个可以，这个是我们40号来的，喜欢的姐姐扣40号加210台。对，然后还有这款。这款也很好看哈，姐妹们，这款是一个 V 领哈 ，V 领的一个毛衣来的，对，这个也很好看，上身也是一绝的哈，姐妹们。这个很显白哦。对，这个也是210，就只要210，喜欢打41号，可以穿到我们的65公斤以内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是的。对，41号没有就先过，没有我们就继续。
还有这一款，它是一个休闲的一个阔腿裤来的，然后也是比较松紧腰，比较有垂感。这个直接很显腿长哦，直接是那种有点拖地裤的一个感觉。对 ，Hello， 欢迎我们的凯琳姐，晚上好哦。而且里面是带 baby 绒的，有爱的姐姐都可以抠起来。然后对，这种裤子它还有好几个版型，你们看一下这种爱不爱？爱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版型。对的，这个是一个均码来的，然后一个均码，到时候有姐姐要的，我们都可以帮你们量一下腰围呀。对。对，这个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很柔软，主要这种又超级百搭，今年很火这种。是的，对，有爱的都可以扣在公屏上。然后我们继续过下一款，这个是我们的42号。对，然后刚刚给你们过的那个前面这边什么意思？这个吗？有一个红色，对，然后就还有一个黑色，还姐妹们，这个很显身材，我超级修身，这个对60公斤以内携带没有问题的哈，210台。然后它还有一个红色，喜欢我们 call 那个44号哈，对，44号加颜色，210，都可抗穿，然后没有就先过了哈，没有，我们继续过。对，还有我手上这一款，这个是一个加绒的一个上衣。它玻璃玻璃的细纱，对的，里面这加绒是比较厚实的，随便看一下，对，有点布灵布灵的一个感觉。到时候你搭配的话，可以搭配一个短裤长裤啊，然后搭一个光腿神器就很好搭，而且这个可以穿到我们的65公斤吧，因为它比较有，也是比较有弹性一点。有喜欢的姐姐可以抽我们的44号加，这45了。哦，45号加，没有我们就过啦。然后刚刚给你们过的那款哈，我说它那里有一个露肩，然后高领，这个是可以折来折下来，然后一扯挡住的。对，这个还有一个卡其色，还有我们的一个高级黑，然后还有刚刚一开始给你们过的那个粉红色。对，它有三个颜色哈，全都是210台。喜欢的姐妹我们可以扣45号。46号了，对，46号加颜色哦。然后没有，我们就继续过，或者你们可以扣一下你们要找的类型哈，姐妹们。记得都可以扣在我们公屏上啊，都没问题，都可以点菜的，姐姐们。然后继续过一下我手上这一款，有点娃娃领设计，直接就是荷叶边的一个感觉。这个有没有姐姐爱的？到时候你过年去穿啊，都是很喜庆，而且是气质款。因为它这里有荷叶边的一个褶皱形式啊，穿上去都是很绝的。对，有爱的扣我们的47号加，没有我们就过啦。对，没有就过了。还可以看一下我们家的睡袍啊，这些都是有大货的哈，姐妹们。对的，这个很好看，这个可以给家里的妹妹啊，然后我们小儿女儿啊，然后我们自己穿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它这个是一个唐老鸭的一个图案设计，它是含什么面啊？什么面膜啊？我一片面膜。珊瑚绒，对，珊瑚绒面料来的。对，这款有没有爱的？这个质量超好哈，姐妹们，真的不会掉毛哦，主要是质量都是可以放心的哈。姐，你好，哎，没弄毛巾哈。洗被洗。哎，没弄毛巾。尺码是 M 码到两家哈，姐妹们，尺码 M 码到两家，甜甜价440台。对的，对，440，价格很甜哈。喜欢直接扣唐老鸭加哦，这款多少？440，大王姐440，对，这个也可以抗穿哈。对，我们上次的妹妹就是穿着这个去开播的。对的，对，440。然后还有另外一款，对，这个米奇的粉红色，米奇的，对的，这个就是比唐老鸭的要厚实一点。这是它隔面膜。这个是那个含容量是320克的，对，这个含容量320克，那个、重量会更重一点。然后这个含容量是280克，对，然后对这个价格是560台，对，560，这个560，然后这个是440，这个也稍微更有设计感一点，因为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袖子，袖口有这种袖口设计，到时候防透风的。还有下摆有点荷叶边的一个感觉。对，这个就560，然后这个440，喜欢直接扣唐老鸭或者米奇加尺码哈，姐妹们都是 M 码到两家哦。对， M 码到两家。对，而且这些全都是有大量现货的哈。对，这些有大货的，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去入。对的，而且是珊瑚绒面料，到时候对这种面料很舒服，我自己本身也在盖这种
这种面料的被子，对的，超级舒服。对，喜欢可以去抠哈，没有就先过啦。没有就先过。还有那盒草莓熊哦，你们也可以看一下那盒草莓熊，超 Q 的。对的，还有这款草莓熊，拿给姐姐看一下。这个是一个草莓熊的一个上衣，它是两件套来的，不是睡袍，这直接是睡衣款。然后对，它是带裤子的哈，很厚实的。到时候你单穿这件可以当外套穿，然后裤子的话就搭我们自己的一个裤，对就好了。对的，而且它是口袋，不是摆设哈，是真 的。这个是真口袋来的，到时候你穿出街都是没问题的，没有问题的，都是很好看的连帽款。而且它这个帽子还有两只兔耳朵的一个设计。对，这个很好看哦，这个尺码我要去问一下，应该也是一个 M 码到两家。对的。对，这个等一下具体我要去问一下。这个甜甜价648，台湾姐妹们648。对，喜欢的姐姐可以扣你们的尺码，然后去加的。对，这些都是有大货，这些都是我们刚到的新货来的。是的，这些都是新款，然后很好看啊，很适合我们现在这种天气去穿的。对的。对，然后稍等，好，喝口水先。哦，所以草莓非常贵啊嘛，行。哦，对，还有这款也是珊瑚绒面料来的，它是做一个情侣款，一样的。对，一样的，男女同款，姐妹们也是裤子的哈。对的，而且它这款是比较有刺绣工艺来的，到时候你这个外套对吧，你可以单穿出门都是没问题的，也是珊瑚绒面料，而且它这个口袋是一个熊的一个，对的设计哦，熊头的一个设计，很 Q 的哈。这个很好看，而且只要有爱的姐姐可以扣在我们公屏上，然后我们都是这个多少，这个它男女同款，我看一下它价格。对，这个价格要看一下的，它这个是也是一个两件套的一个睡衣，688，这个甜甜价688台。对，这个就剩一个金针还不要买，喜欢你们可以去加哈。对的。L 码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一个 XL 吧？对，哦 ，M 码和 L 码，对 ，M 码和 L 码。喜欢都可以去抠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继续过啦。没有，我们继续过一下洋装。然后，要是姐姐你们有喜欢的款式啊，有喜欢的类型啊，都可以抠在我们公屏上，我们都可以帮你们找的。对，你们想看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我们继续过款喽，来，我们继续。还有来，还有这种毛衣哈，对，这种毛衣也是一个中长款的一个毛衣，甜甜价也是210哈，姐妹们，210台，对，这款长到65公斤没有问题，主要是这个颜色它很显嫩哈，对，超级嫩，又显肤白，喜欢都可以去抠它哈，姐妹们，50号哈，喜欢抠50号胶哦，然后没有就继续过啦，对，没有我们就先继续过，你们想看什么类型可以跟我们讲的哈，姐姐们。对的，都没问题。然后我们这些顶多都被什么堆掉的，真是得睡的。还有这款开箱哦，这款有没有姐姐爱的？它直接是一个运动风，有点运动风棒球服的一个感觉。它到时候你要是上面搭配的话，可以搭配一个高领的一个打底，都很好。它版型是做到我们的，可以穿到我们80公斤都是没问题的。它背后的一个设计是这样子的一个大字母 N 的一个图案。这个也是210。对的，210，面料超级厚实，有喜欢的姐姐都可以扣在公屏上。喜欢的姐姐可以扣我们的30号加，没有我们就过啦。还有这款马甲哈，姐妹们，这款这个很学院风的一个马甲，这个价格超级甜，这种你们可以自己去穿，然后里面穿个打底或者穿个衬衫会更好看一点，对，或者给家里的妹妹他们去戴都是可以的。200，这个是140哈，姐妹们，只要140，对，最后一件哈，喜欢就戴哦，140台，没有就先过了，没有我们继续，对。稍等一下，还有这款休闲的一个裤子，这个有没有姐姐爱的？它也是做一个很有垂感的，然后里面都是带加绒的哦，有带BB绒的。然后这个是一个码数，我帮姐姐们看一下，
是一个 N 码来的，穿 N 码的姐姐可以去入，对，然后我们都可以帮你们量一下腰围呀、啊、这一块，因为它是一个松紧腰条，弹性非常好。有爱的可以扣我们32号加，没有我们就先过啦。然后我们继续，还有这款高领的一个毛衣，看姐妹们也是，对吧？哦不对，是高领，看错了哈，对，也是一个。圆领的一个毛衣，它是一个蓝色系，也是一个中长款，穿到我们的65公斤，也是210哈，甜甜价210，喜欢我们扣60号哈，姐妹们60号加，没有就先过咯。对的，对，没有就先过哈。这种也是不会扎铺的哈，你们可以放心。是的呢。然后我们继续。然后我们继续，还有这种非常百搭的一个仙女裙下半裙来的。也是一个松紧腰头，它这个是做一个均码来的，有喜欢的姐姐可以扣在公屏上，我们都可以帮你们量一下腰围，这个很百搭，这个颜色有爱的都可以看穿没问题，然后也是210台，或者你们还想看什么类型可以跟我们讲哈，还是说今晚的洋装你们不喜欢，对的，可以看一下我们自家的内衣内裤这些哈，姐妹们，不那里，好吗？不呢。对的，然后我们继续过。对，你们要找什么类型的款式都可以讲哈。对，也可以看一下自家的睡衣那些，也有没加绒的这种睡衣款式哈。对，都是有的。好，保暖衣系列啊，什么都是有的。对的，有爱的姐姐可以扣到我们公屏上，然后我们可以帮你们找一下款式啊。类型啊都没问题，像这套哈，这一套也是比较卡哇伊的哈，姐妹们，对，这个是比较萌妹系的哈，对，超级减龄，这套也是一套睡衣来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刷绒裤子大码有吗？是刚刚妹妹过的那些裤子对吧，姐姐？加绒的，是那个加绒，那个，对，还没有洗明白。我看一下刚刚那个是什么哈，稍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有没有 L 码。外面也有啊，外面裤子很多。有 L 呗。对，给姐姐们看一下，找一下，稍等一下哦。来，大宝姐姐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刚才过的那一条裤子它是一个 N 码来的。刚才有过到一条白色的，一条那条白色的就是一个均码。等一下哦，你吹着不？姐姐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先帮你找一下哦。因为今晚大概都是一些洋装，裤子是很少。裤子有，但是压根都是 S 码和 M 码啊，姐姐。对，压根都是 S 码和 M 码。对的呢。然后我刚刚我看到了这条有 L 码，你看一下这条你爱不爱？对的。这一条你爱不爱？对，这条是一条。你看一下这条，这条你爱不爱？这条是一个 L 码的，对。它是有点灯芯绒面料的那感觉来的，对，然后里面是带加绒的。对，你看一下这款爱不爱，就这条就剩最后一条了哈， L 码的210台，然后也是有带松紧腰头来的，你看一下这款爱不爱，然后后面有两个口袋哈，前面也有，对，这种比较休闲哈，这种很好搭了。对的，没关系，再看别的，谢谢。好的，没有问题，对，有喜欢的姐妹可以去加哈，没有就先过咯，对，没有就先过，还有什么没有？然后姐姐稍等一下，像这一条的话它是一个均码来的，你看姐姐你爱不爱，爱的话我们都可以帮你量一下这个腰围，这个是一个休闲阔腿裤来的，而且它是一个米白色，白色会比较好搭配一点，我们给你量一下，量一下这个腰围，拉开两个，你先不要拉开，不拉开再去上，
不拉开，它是一个34公分啊，姐姐。34公分。对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拉开能拉到多大。拉开可能穿到我们的一个48公分。对，48而已嘛。48。刚才是不拉开是43吗？34。哦，34。不拉开是一个34的一个腰围，拉开是43。48。哦，48，不好意思。210胎，它这边嘛，210胎里面是有带 baby 绒的，对，而且外面就是磨，很舒服，很柔软的哈，对，和刚刚那款不一样，这个面料摸起来更舒服，可以的，对，210也剩最后一条了哈，价格很便宜，水吗？水，你看里面有没有？里面有水，210，对，210，带走什么？带走水喝的，我快渴死了。嗯，这里有一瓶，这里有吗？有一瓶。我在直播，姐姐，你看你喜欢吗？喜欢的都可以扣了，只剩一条了。然后你也可以考虑一下。对，喜欢就带哈，不行我们就过。对的。然后我们继续。然后带姐姐们，她玩画什么？然后是为什么都穿掉？你要给 M 老师。伊丽是后来退了，咱交杯东西吧，来，再放个路上。对，然后我们去扫一下外面那些，看看你们有没有爱的哈。是的，对，爱的。我们帮转一下镜头去看一下。像这种哈，对，像这种短裙啊，然后裤子啊，对吧？牛仔裤这些，还有毛衣系列，对，刚刚我们也粗略过了一遍哈。还有这种毛衣，这种卫衣哈，卫衣这3件280，然后这些全都是210，然后这个哈。630，三个颜色，然后这些毛衣也是全都是210，然后还有这种短裙，对，然后这种小香裙子，还有这种长裤、休闲裤、休闲裙，这些全都是210，哈，姐妹们。对的，210台。对，全都是210。对的，喜欢的姐姐可以扣在我们公屏上，还有这种半裙啊，姐姐就是一个毛，就是摸起来很舒服的一个毛茸茸的一个面料。对，是这种毛茸茸的一些面料来的哈，姐妹们。是的。对，这些是210。210台。对。有按的可以扣在公屏上，而且它下摆一个设计就是非常有垂感的。对，搭妹妹身上这个毛衣也是好看的。是很百搭的。对，210。210台。然后没有，我们就过一下其他的。然后姐姐们要是想看睡衣啊，还有。其他的内衣啊，对呀、啊，其他款式都是可以跟我们讲的。对，像这个裤子也是很有设计感。对的，这裤子直接有对这个大牌的一个设计哦。对，有种大牌的感觉。是的，而且它主要是这里设计的话有一个开叉的一个设计。对，而且这里纽扣都是可扣的，你可扣可不扣。对，可以近看一下，有排扣设计的，姐妹们。是的，210，这条也是210。是的。一个大牌，一个感觉有那个有那味了，直接是喜欢的姐姐可以扣在我们公屏上哦，都可以看穿的。然后这个码数的话，帮姐姐看一下，这个码数也是做一个均码来的，对，它是一个均码，然后是松紧腰头。对。然后有喜欢的姐姐，你可以扣在公屏上，然后我们帮你们量一下这个腰围。对，然后没有就过了。没有，我们继续。对，然后可以看一下自家的内裤这些哦。对，内衣内裤呀，对，都是可以看一下的。还有这种新来的保暖衣啊，还有保暖套装啊，男女都可入哦。对，都是可以看看的。你看，还有这边全红系列，开门红啊，姐妹们，这种很适合过年啊，还有本命年啊。对呀、啊，然后要对，要生日的姐妹也可以给你们带一套啊。对，结婚的啊，都是可以去入的。是的，都没问题。然后姐姐们，你们还想看什么款式啊？都可以扣。对呀、啊，你们还想看这些洋装？洋装今晚就是我们刚刚过的这些哈。嗯、对。是的。款式很多，价格很甜哦。对，但是就是我们过款的速度快一点。对的。你们都可以扣的哈，然后我们就继续可以看一下多少少，对，都是可以看一下的。还有这种塑身衣啊，是的呀，都是可以看的。对，
还是你们想看再看一遍洋装？对，刚刚我们过和妹妹过的那些哈，我们对你们想看我们就再过一遍。对的，都可以扣。对，然后睡衣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些睡衣有这么多种。哎呀，可以看一下哈，这么多款式，薄的都有的，而且这些都是做一个情侣款来的，姐妹们。对，除了第一款这款没有哈，然后这些都做一个情侣款来的，这个也很好看啊，这个也是睡衣吗？没有问题哈，大宝姐姐，我给你放转一下镜头。对，那么我们可以过一下镜头，这个是第一款哈，姐妹们，这个是第一款，这个比较少女减龄一点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设计，对，是一个有点小 V 领，然后可以看一下它的领口是比较 Q 的。对的，这个价，这个是一个 M 码到商家哈，姐姐 M 码到商家。对的 ，M 码到我们的商家，喜欢的姐姐可以扣尺码哦。然后我给你算一下甜甜价多少哈，对，这些价格都不一样。有 M 码到商家哈，它的版型还有它的尺码做的是很全很全的。对的。然后我看一下甜甜价。308台啊，姐姐，308台，308台。对，喜欢这款我们扣0517哈，0517加尺码，对的。然后308，然后我们继续，它这个也是一个有这种冰雪丝，这种是冰雪丝面料来的，姐妹们。它这里有带一个字母 V 的一个刺绣工艺，这个是个情侣款来的，男生是。黑色，女生是白色，但是你们这些你们可以放着去穿都是没有问题的，都是没问题的。对，男生款码数是做到我们的，做到我们的 L 码到三家，女生是 N 码到我们的2+2家这样子。对，然后甜甜价要给姐姐们算一下的，它是冰雪丝面料的，有白色和一个黑色。甜甜价368台啊，姐妹们。对，这个是368台。对，这个很酷哦，主要是它是一个棋盘格的一个设计来的，姐妹们。是的。对，这个很酷，喜欢这款我们 call 318哈，318男加尺码或者318女加尺码。对的，都没问题。然后我们继续，然后这款也是一个冰雪丝面料的一个睡衣，有蓝色，还有一个不一样吗？不同款。它也是做一个情侣款，还有一款。这个女生尺码是 N 码到2家，男生尺码是 L 码到3家。对，然后这个甜甜价要帮姐姐算一下。对的，都是有带裤子的，到时候你这件的话，你甜甜价368台啊，姐妹们，368，你先过，我再把要的，没问题，对，没问题，对，这款也是多少？刚刚都说多少，我都忘了。368，对，368，对，368台，对。然后还有这款哈，也是一个冰雪丝的一个面料，刚刚 model 身上好像就是这一套吧。对，然后都是在刺绣工艺的，这个价格尺码也是男生 L 码到3家，女生 M 码到2家，甜甜价408台哈，姐妹们，408台，款号113，对，这种面料很舒服哈，超级柔软这种。对， 对，超级柔软亲肤哦，冰雪丝面料来的。对，喜欢你们都可以去加哦，没有就继续过。然后继续我过一下我手上这一款，它是一个柔软的一个面料，然后也是一个情侣款来的。女生尺码是 N 码到3家，男生尺码是 L 码到我们的4家。然后喜欢这个价格要给姐姐算一下，喜欢的姐姐可以扣款号6208加。加尺码都没问题，对，这个甜甜价我看一下啊，姐妹们，对的，这个甜甜价要帮姐姐算一下，388台，对，388台，比较有弹性的一个面料，然后有爱的姐姐可以扣在公屏上，款号是6208，对，然后来哈，我手上这款它是，它有两个，我记得是被人买走了吗？这个是没有挂的，我记得它好像还是有一个黑色的，对，有一个黑色来的，对，也是一个情侣款来的。然后女生 M 码到3家，男生 L 码到4家，是的，甜甜价408台哈，姐妹们，408台是的，那种华夫格的一个设计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对，是的，这个也可以哦，这个很高级，这款，
喜欢就扣6203哈，对，喜欢可以去加它。对的。然后我们继续，然后继续看一下我手上这款睡衣，这个睡衣它是做一个也是情侣款来的，情侣款来的，男款是一个有点深蓝色，然后女款是一个粉红色，对，然后尺码是做到我们的女生尺码是做到我们的 N 码到两加，男生尺码是 L 码到三加，有爱的姐姐可以扣我们的0085加尺码，对，价格很便宜，加颜色440台，对，440台，对，然后这个面料也是很柔软很舒服的，两件套来的，男女可穿，像女生也可以穿这一款、啊、也没问题的，对，喜欢扣扣，喜欢没有就过了，没有我们继续过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一款可以看一下，这款哈、啊，这款也是男女同款，对，然后这款比较 Q， 就是一个小熊的一个图案设计，是的，这个甜甜价哈、啊，姐妹们，这个甜甜价我算一下，这个我要算一下，对，是的，这个要算一下，408台，姐妹们，408台，女生 M 码到三加，男生 L 码到四加，款号1207，对，1207，对，这种是那种纯棉面料来的哈，是的，喜欢扣没有就过。然后姐姐看一下我们的2203款号，它是做一个女生尺码是，它这个只有女款不是情侣款，然后尺码是 N 码到我们的 XL， 对，也是一个笑脸睡衣来的，这个甜甜价要给姐姐算一下，这一个笑脸的一个睡衣，这个甜甜价528台，对，528台，然后它尺码是 N 码到 XL 码，然后喜欢的扣2203加尺码，对，没有就先过了。然后还有这种千鸟格的哈，千鸟格的一套睡衣，这款也是男女同款哦，女生 M 码到三加，男生 L 码到四加，对，喜欢的直接可以去入它哦。甜甜价是我们的一个388台，姐妹们，388台，款号6207，对的，是吗？款号6207。我怎么感觉我刚刚过了这款一样，这个款号，对，是一个千鸟格图案来的哈，喜欢可以去抠它。然后妹妹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最后这两个码了，没有其他码了。对的，这个只剩最后两个了，对，其他的都没有，孤品来的。这个有没有姐姐爱的？它是也是一个做一个情侣款，男生尺码是 L 码到我们的两加，女生尺码的话不是，这个就剩女生剩个 M 码，男生就剩个 L 码，姐姐们。对的。对，这个没有库存了哈，女生就剩 M 码、哦、男生就剩这个 L 码，是的，这个是 N 码，然后男生是一个 N 码，对，甜甜价520台哈，对，520一套，姐妹们，对的，520台，对，这个数字很有爱哦，520。然后来还有这种也是情侣款来的，情侣款一个珊瑚绒面料，对，这种面料超级柔软舒服啊，姐妹们，柔软，内里也是做一样的面料，真的一点都不扎肤的，而且它这个是一个两件套来的，男女同款都是可以去带的，男生尺码，这个女生尺码我看一下，女生尺码是做到 N 码到我们的两加，男生尺码是 L 码到三加，有喜欢的姐姐可以扣我们的9821加尺码，价格很甜，600台，姐妹们，600台一整套，600台一整套，对。对，珊瑚绒这种很保暖哦，而且上身超级无敌舒服。对的，你穿着睡觉的话，到时候都没有问题，你不用盖个厚被子都行，你盖个毛毯就行了。喜欢可以去抠它哦。然后我们继续。对，睡衣大概就是这些款式哈，姐妹们。是的。然后还有我们的保暖衣哦。还有这款，这款就是刚刚我们过了的。刚刚给姐姐们过的。对。有爱的都可以抠哦，这款。对。然后还有这种睡袍啊，这种睡袍，是的，对，这个是一个唐老鸭的一个睡袍 ，M 码到两加哈，是的，440台，440，对，它含容量是280克哈，然后来这个米奇的含容量320克，所以它的价格会稍微贵一点，对的，560，然后是也是因为它是比较有设计感了，姐妹们，对的，比较厚实一点，这个。560哈，喜欢扣就扣米奇就好了，然后那款就是唐老鸭，然后还有挂上去那个草莓熊那个，对，那个就648，它是那个两件套来的，对的，
喜欢都可以去扣它哦。对，喜欢的姐姐都可以扣在我们公屏上的。然后我们继续，然后姐姐们，你们想看什么款式啊？想看什么类型的衣服啊？都可以扣在我们公屏上。对，然后我们洋装就是刚刚我们给你们过的那些。对的。然后还是你们想看我们自家店的内衣内裤啊，睡衣保暖衣，这些都是可以讲的哦。是的呢，然后像我身上这个小香风上衣它都是有卖的。对，而且它还是有附赠一个腰带，腰带到时候我们姐姐们喜欢敞开穿就这样子，然后喜欢显身材一点就可以系上腰带啊。而且它还有很多个颜色哈，价格只要699台。对的，而且带布灵布灵细闪，这个白色是看不怎么出那个细闪，黑色就是更亮一点。对，透过镜头可能看不出，但是现实看是很闪的，是的。然后姐姐们，你都没哦，你们都可以扣在我们公屏上哦。想看什么类型的衣服啊，款式啊，或者睡衣睡裤呀，还有那个内衣都是可以看的，都可以扣在我们公屏上，我们都是有卖的。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哈，像我们这些。这种，哇，这种保暖衣、这个，对，它是自带杯垫的哈，姐妹们，这种是自带杯垫，你们完全可以看一下那里。对，这个很好看哈，这个也是一个新货来的。对的，有这个白色，哦不对，肤色绿 色。哦，又是一个，这个是白色吧？这个是白色，对不好意思，白色、绿色、肤色，还有一个黑色，对，它有四个颜色哈。然后你们看一下按摩按，是的，还有这种睡衣保暖衣，这种是那种很薄的哈，对，纯棉面料，然后这些是里面没有加绒的，对的，对，甜甜是均码，可以穿到我们的40公斤到我们的70公斤，280台啊，姐妹们，280，有粉色，还有一个灰色，没了吗？没有了，这个不是吗？哦，这个不是。哦，对，就这两个颜色哈。是的。对，280。然后还有我们这款保暖衣，对，它这个是非常暖心、非常有设计感的。你们看，它下面有一带一个布兜的一个设计，直接很好护。它是一个蚕丝贴片来的哈，姐妹们，蚕丝贴片来的哦。蚕丝贴片来的。对，更加的保暖哈。对，很好的护住我们的小肚肚啊。对的，这个尺码是做到我们的 L 码到我们的 E。的两家，对，两家，对，甜甜价400台，姐妹们，400台一整套，对的，对，有黑色、粉色、绿色，对，三个颜色，对，这款三个颜色，款号是我们的一个 T8， 打个8就好了，八加颜色，对，这个真的很好哦。这个我们大陆的主播也是卖得很好的，对，卖得很好的，因为它是很保暖。然后，你们也可以给家里的爸爸妈妈、公公婆婆呀，带带都是没问题的。对，这些都是可以要去入的。是的。然后还有我们这款 T8， 这个就是下面的一个设计，这个就是没有一个布兜的一个设计，但是它也是很保暖的，像里面裤子它是。有带这个松紧腰头来的，然后尺码是做到我们的 L 码到我们的两家，有一个绿色，还有一个就有一个绿色而已吗？看一下，这个是男款的，不是绿色，不是裤子吧？没有了，这是什么？18是女款啊？对。不止啊，应该是被卖出去了。对，应该是被卖出去了哈，姐妹们。对，但是它不止这个绿色的。对的。对。尺码是 L 码到我们的两家，然后甜甜酱要帮姐姐算一下。甜甜酱，368台。对，368台这款。对。然后还有男款哦。对，男款就有一个绿色、蓝色，还有一个黑色。对。黑色，对，这种比我们刚刚第一款给你们过的那个女款是更厚实一点哈。对的。对，这种不会说很薄很薄的。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这个裤子是这样子的。Hello。Hi。好冷，好外面。回家，你还回来？是这样子的。对的，裤子是有带一个松紧腰头啊。对。然后男生尺码是做到我们的 L 码到三加的。对。三个颜色，408台，姐妹们，408台，喜欢扣5哈，5加颜色加尺码。这款也是吗？
第五，对，还有一个灰色来的，对，有爱的姐姐可以扣在公屏上，还有我们这种哈，对，保暖衣哈，就简单个上衣哦，你们要是不喜欢那种带裤子的，我们就直接当带这种就好了，对，当带这款，这个有没有爱的？这个哈，均码来的，40公斤到我们的65公斤以内可以去带，面膜衣来的哈，姐妹们，220排，带蕾丝边的一个设计，对，220，这个很。质量很好的，你们真的可以放心去住这种。对，有个黑色，还有一个肤色，就两个颜色。对的，对。然后还有是这个吧？对，还有这个美肤衣哦，还有这个美肤衣，这个 对，它是一个黑，哦，不是这个吧？哎，不是这个吗？我看一下，是在里面那个。稍等一下，帮姐姐拿出来哦。然后有这种保暖衣，有爱的都可以抽在我们公屏上的。对，是美肤衣。是的。还有光腿神器啊，有没有姐姐要带带的？对，有加绒和不加绒都是有的。这种美肤衣。这个是比较薄的一个。对，这个是很薄哈，你们要是不喜欢刚刚那种，觉得那种还算是厚的，你们就可以去租个。这个是超薄无敌爆薄的那种，这是它的包装盒。对的。黑色，然后还有一个肤色。对，它有两个颜色，对的，这种很薄哈，对，也是均码的，你们喜欢可以带哈，199台，对，199，对，前面好贵啊，挺牛掰的，是啊，挺牛掰的，然后有它那个是上身是超级薄，然后超级无敌舒服，对，对，你们直接当打底去住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是的，没问题。然后来，我们继续。继续，有没有姐姐爱光腿神器的？现在人手必备一条光腿神器啊，到时候你，因为光腿神器搭那个长靴它会好看。对，我们自己都入了好多条。对的，这两款都是薄款来的哈，姐妹们。薄款会自然一点。对，但是厚款我们也有自然的。对的，你们看一下，而且这个不怕会勾丝。你穿多几次不会说穿一两次啊它就坏了，这个你穿个这个也按你们怎么穿，穿个几个月都是没问题的，这种穿几年都没问题。对的，有爱的可以扣在我们公屏上，还有这种厚的哈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是一个盒装，这价格是哪个价格姐姐？这个光腿神器吗？光腿神器吗？是这个吗？对的，这个吗？它这个也是比较有弹性的，到时候也可以收一下你的收腹呀，都没问题。因为你稍等，这个要拍一下，问一下价格。它很自然的这一款，而且它你看这下面它还有一个脚丫子一个设计，对，直接可以促进那个血液循环哦。稍等哈，我问一下我们店长哈。对，这个我不知道价格。有一个肤色，因为对，都是新货来的。对，有这两个颜色，这个颜色就会偏白一点嘛，一样的吗？它设计都不一样，这是不同款的哈，姐妹们。哦，对对对，不同款。不同款的哈，不同款的，对。对的。然后稍等哈，等店长回我再回你。有一个黑色和一个肤色，一样吗？一样的，这款就是一样。对，这款一样，对。然后来，这种是加厚的，对，加厚，它是盒装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对，它是盒装的，超高级。这款很自然，我们自己都留了，都自留了，对，因为太冷了，必须穿加绒的。对的，老了经不起熬了。然后薄款的就可以春秋的时候去穿，这种里面是带加绒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对，这种是有厚度的，而且它这个穿上去就有种那个，就是有种紧绷感，就是很好的。就是你的大腿啊会瘦一点，会比原来瘦一点的，对，还显瘦，而且这种就是很自然，对，对的，很自然，因为我们买了，然后我们自己有上身试了一下，你的，然后了，我买大唇，对，然后这个140台姐姐140，对的，140，我问一下两款都是吗？你看一下。没打，我还没买两盒，那才涨价。对，然后这款就是比刚才那个要厚实一点，这个就是有那种收腹的一个感觉。我昨天有穿这一条，昨天因为是新货刚到店嘛，然后我就买了一条自己入的一条，而且它是很有弹性的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有那个，就是你大腿穿上去吧，因为它这个是拼接的一个。
脚底的一个面料是这种的，不一样的，它是这个不会起球，下面这一块是不会起球，不会勾丝的，而且它这里是没有纹理的，是直接像大腿的一个色系。对，这个。然后姐，我们看一下这款。对的，这个是没有纹理的。然后继续，这两款都是140哈，全都是140，对，价格很便宜哦，140台，薄款的哈，对，140，喜欢扣这个是一号，然后这个带黑有黑色的这个是二号哈，你们看着加，对，价格很便宜，140，对的。然后我去问一下后款的一个价格，后款的这个价格，姐姐稍等一下哦，这个妹妹手上拿的这个哈，甜甜价。240台，价格也是很甜，姐妹们。对，240台。对，240，这个240。对的，这个就，不会勾丝，不会起球，因为它是很有纹理的。对。然后还有这款。这款。对。这款。这款带袜款，240+1吗？好的，收到。收到。然后姐姐你截图一下。那姐姐你来，你截图。不要你妹妹，你拿这个截图，不然等一下不知道哪个是哪个。来，姐姐你截图。对的，可以这样啊，不要。来，姐姐你截图一下。然后我这个这条先帮姐姐收起来。谁卡我？看看，别跳回来了。好的。OK， 收到，收到。然后还有这款哈，姐妹们，还有这一款。这一款也是一个加绒的，对，这款也是里面是加绒的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下面哈，下面就是比较有设计感，下面就是带连袜一样，对，连袜一样的一个设计，它还有另外几个颜色，有些是黑色、咖色什么的，对，对的，对，这个价格我给你们看一下哈，这款也可以去住，这个价格210，210台，对，这个210，这个也很自然，也是有点有是也是加绒款的。对，210，对的，这个加绒款，然后它连袜款，到时候你就不用去穿袜子了，因为这个袜子是很修四腿型的。对，210，一个撞色系设计，有爱的姐姐都可以入多几条光腿神器是不怕多的。对，它还有下面是黄色的，对的，黑色的，还有灰色的，对，都是有的哈。对的，袜子想穿什么颜色啊，都可以的。对。这个就210哈，这些都是有大货的哈。我们刚刚过的这几款光腿神器都是有货的，你们都是可以去加它的。对，都可以加单的。对。然后没有，我们就继续过啦。然后你们还想看什么类型，可以跟我们讲哦，姐妹们。是的。对。然后我们继续。那姐姐，你们想看什么类型的呀？款式啊，都可以扣在我们公屏上。对，你们还想看什么类型可以跟我们讲呢？对的，同一个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。哦，我们还自己有卖芭比裤什么的哈。对的，然后芭比裤什么的都是有的。然后我看一下有什么。你们想收腹裤，你们还想看什么类型都是可以讲的哦。对的，这种收腹裤它是比较就是直接穿上去一秒平腹的，你的肚子可以收比原来的小，但一秒平腹就稍微会有点夸张。提臀收腹哈，姐妹们，提臀收腹的有一个黑色还有一个灰色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款你们爱不爱。对的，而且这个上身是只是上面收了，但是下面你都不会说很紧很有压力的，这款就是做的比较舒服款。对，主要是收我们的腹还有臀部这一块，喜欢都可以去加它哦。对的，有黑色灰色都可以扣的。对，没有就先过了。你们还想看什么类型可以讲哦，想看内衣系列是没有问题的哈，姐妹们。对的，都没有问题哦，姐姐们都可以扣在公屏上。是。然后洋装这一块刚才我们就差不多过完了。对，还是你们想看再过一遍洋装都是没有问题的哈。是的。对。继续我想要扫扫。芭比裤看一下吗？没有问题哦，那我们就看一下芭比裤。没有问题哦，这边，对，芭比裤。先下我的。
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第一款，这是第一款，对的，前面是这样子的，而且它带赠送一个这个珍珠包哦，珍珠粉它前面买，对，珍珠粉哦，对，这个哦，它的款号叫太空餐，然后我跟你们讲，它是一个 M 码到两家哈 ，M 码到两家，然后 M 码的姐姐就是我们的 42.5 公斤到我们的 52.5 拍 M 码。52.5 到我们的62.5拍 L 码，62.5到我们的一个72.5拍加大，然后72.5到我们的82.5拍两加，对的，对，芭比裤，这个是叫太空舱，对，太空舱来的，这个价格我给你们报一下甜甜价哈，是的，甜甜价给你们算一下，358台哈，姐妹们，对，358台，这个质量是很好的，对，358这个，对，你穿个几年都没问题，对，这种很白了，而且这个是一个薄款，这个春夏秋冬都可以去穿的，对的，春夏秋冬都可以穿，像你搭配芭比裤的话，上面搭一个宽松版的一个衣服会百搭，然后宽松版还要就是中长宽版型穿上去才比较好搭配一点，对，喜欢这款直接call我们的太空舱哈，姐妹们，太空舱加是吗？然后来第二款，这个也是一个薄款来的，然后它是一个浅紫色哈，姐妹们，对，紫色还有一个银色，还有一个黑 色, 黑色，对，是高腰的，对，然后它是一个 M 码到两家哈 ，M 码到两家，甜甜价288台，然后主要是它下面。这里有四条杠的一个设计，对，今年对这款，对，这个也是薄款，甜甜价288，喜欢扣款号511加颜色加尺码，姐妹们有三个颜色，还有一个黑色，不是两个吗？哦，还有这个、黑色、灰色，还有一个粉色，粉色，对，三个颜色。小博客，然后还有这款，这款叫皮拉拉，它的款号叫皮拉拉，我们叫它拉拉裤就好了，对，对的。S 码到两家哈，可以穿到我们的32.5公斤到我们的70公斤以内都是可以去住的，价格也是很甜哈，姐妹们。对的，价格我给你们算一下，甜甜价是多少？稍等哦，价格308台哈，姐妹们，308台，对。然后这款也是一个薄款的哈，对的，对，你们想看加绒也是有的，这个也是薄款。对的，喜欢扣我们的拉拉加尺码，对，308台。对的，没有就先过啦，对，没有就先过，然后我们继续，还有我手上这一款一个芭比裤来的，它是有点微喇的一个感觉，下面不是直接束口的，对，比较有设计感，比较有设计感，这一款有点休闲裤的一个感觉，看一下这里有交叉设计啊，这个也是做到我们的一个 S 码到我们的 XL 码，对，它也是一个薄款来的哈，姐妹们，对的，一个薄款来的，对，价格我给你们报一下，甜甜价哈，对的，甜甜价给你们报一下，这个也是高腰裤来的，直接就是甜甜价是我们的一个348台哈，姐妹们，348台，这个对，喜欢扣款号，喜欢的扣款号喇叭就行了，扣喇叭，然后加尺码，对，加尺码，然后来我们继续，来姐妹们看一下这款哈，这款它就是有带加绒的哈，对，来给你们看一下，是的，这款里面是有带加绒的，对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它是一个带有我们的400克哈，400克的羊羔绒哈，姐妹们，400克的羊羔绒，然后它是一个 M 码到两加，是我们的40公斤到我们的80公斤以内都是可以去住的，价格哈328台，对，328，喜欢扣3658。加尺码，对的，对，3658加尺码，没有就先过了，没有就是扣，然后看一下我手上这款机车裤来的，它也是做一个 M 码到我们的 XL 码，然后体重90公斤90斤到我们的150斤啊都可以去穿的，对，就是我们45公斤到我们的75公斤以内都是可以去拍的哈，姐妹们，对，机车裤来的，三个码数也是带加绒的吗？对的，没有，这个也是薄款的，薄款来的，对，这个也是薄款的哈，这个是高腰设计来的，然后价甜甜价要帮姐姐们算一下，稍等，298台，对，这款是喜欢的姐姐扣机车裤，然后加尺码，然后二百
98台。然后来继续，这款也是一个加绒裤的，这款也是带加绒哈，这款比刚刚那款还厚。对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对，这个上身真的超级，这个就很厚了哈，对，这款就超薄嘛。对的。这款是做一个 M 码到两加哈，姐妹们 ，M 码到两加可以穿到我们的 42.5 公斤到我们的 82.5 公斤以内都是可以去入的。对的，而且这里有个刺绣工艺 UGG 的一个刺绣，手工刺绣。对，爱的姐姐都可以扣在我们公屏上哦，而且里面是带加绒，非常薄呢。价格398台啊，姐妹们，398台，对，对，398台。喜欢扣款号，它叫 UGG 2.6，打个 UGG 就好了哈 ，UGG 加尺码。对，没有就过啦。没有，我们继续过。对，你要，你不要，这样不然呢？这件就是我们的一号啊。不一样，这个是薄的，这个是厚的。还有这款最后一款哈，姐妹们，这个也是买了就送我们的珍珠的，对，珍珠包来的。M 码到两加哦 ，M 码到两加可以穿到我们的40公斤到我们的82.5公斤以内都是可以去入的。对的，它这个是做一个加厚款，但是里面是没有带加绒的，就是厚一点，然后弹性也是有的。天天价。438台啊，姐妹们，438台，对，它是带有加绒的哈，对的，喜欢可以去抠它，没有就过了。对的，没有我们就去过。对，然后芭比裤就是这些，姐姐，芭比裤就是这些，然后你也可以看一下上面这款保暖背心，你们爱不爱？对，上面这款保暖背心你们爱不爱？它做一个紫色、肤色、灰色，还有我们这个黑色，对，我看一下。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是一个 V 领的一个设计，这个全都是自带杯垫的哦。对的，自带杯垫的一个保暖衣。对，而且是带蕾丝边的一个设计。这个是有，我看一下哈，羊绒来的哈，姐妹们，羊绒来的哦，高货哦，价格都是很甜的哈 ，M 码到两加 ，UGG 二加加一吗？没有问题，姐姐。这个对的，来姐，你截图一下。对的。姐，你截图一下。我觉得上面。来，姐姐，你截图的话，截图好的话，我先帮你收起来。这个不用收，这个有大货。对，这个有大货。等一下，去帮你，我们去找，去仓库找。这个，这些都是有大货的哈，姐妹们，你们喜欢都是可以去加的。OK， 收到。然后我们继续，对。像这款包呢，背心你们可以去加的，因为它是一个羊绒来的哈，高货来的，对对。然后它做的是一个 M 码到我们的一个两加，40公斤到我们的80公斤以内都是可以去带的哈，姐妹们。对的，对，甜甜价给你们算一下哈，甜甜价也是很甜，278台哦，278，278台保暖的，很暖，对，四个颜色哈，也可以给家里的老母亲啊，都是可以去给他们带的哈。对，喜欢扣款号2021哈。2021加颜色加尺码，对的，没有，我们就继续过啦。对，没有就继续过了。好了，然后你们还想看什么类型可以跟我们讲的哦，都是可以提的哈。对的，都可以扣在我们公屏上的。对。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。像这些内衣你们也可以看一下，这些内衣，对啊，这些内衣都可以看一下的，对，款式很多的。你们想找上薄下厚杯啊，还是超薄杯啊，还是想找性感一点的啊，还是给家里的妹妹他们带都是可以跟我们讲，可以扣一下你们穿的一个尺码，对，然后跟对根据你们的一个尺码，我根据你们的一个尺码，然后我们再来带。是的，也有套装哈，姐妹们，也有套装，像这一整套它是一个超薄杯来的，它这个是一个套装，它是有做一个薄杯，然后还有一个上薄下厚杯，因为它是一个 BCD 通杯哈， B 杯它做的是一个上薄下厚杯， CD 杯做的是一个薄杯，姐妹们，对的，对，它是一个套装来的，这个不可当代哈，这个要一整套去带的，对，喜欢都可以扣，没有就先过了哈，对，没有就继续过，没有我们继续过，你们还像看什么可以看哈，像 model 身上这一整套是比较性感一点的，对的，对，这款可以看一下有没有爱的，有爱都是可以扣的。还有这些美背啊，这些系列很甜啊，姐妹们。最后这几款，喜欢都可以去带它哦。对，
还有这种哈，这种完全可以自己去穿，或者给家里的妹妹他们去戴。是的，都没问题。像这些美背啊，到时候单穿在里面，然后外面打一个厚一点的外套都没问题。对呀、啊，它里面都是全带加绒啊，对，带加绒的。对，而且它颜色做的也很全，价格也很甜，全只要130台，还怎么买130台？是的，对，这种就是没有自带杯垫哈，对，没有带杯垫。喜欢你们都可以去加。Hello， 欢迎红军宝贝，晚上好。没有就先过咯。这个没有，我们继续过。对，你们都是可以看看的。还是想看一些洋装系列，我们就继续去过哦。对的，洋装现在也是有的。对，还是我看我一些我们自家的内衣内裤。对，姐姐们都可以扣在我们公屏上啊，然后我们都可以去带的。对的，像保暖背心还有下面这几款。对，好，下面这几款。哎呦，对，好，下面这几款。是的，这款就更有设计感一点。这款。对的，这个是有种有点带荷叶边一个感觉，对，直接就是拼接设计来的。这个这种全都是自带杯垫，它怎么样吗？杯垫的，对，这个杯垫啊也是不，这个杯垫也是可拆卸的，都是可以拆出来，可以近看一下，很保暖，有爱的都可以扣起来的。然后我们继续，还有塑身衣也是有的，可以很好的管理我们的体态呀、啊。都是没问题的。对，你分享，谢谢分享哦，谢谢分享哦，爱你。对，心。然后像我们洋装也是有的，洋装超甜哦，价格超甜。要是有姐姐想看的，都可以在公屏上扣一下，然后我们这边都是可以给你们继续过一遍的。对，对，像我身上这件也是有卖的，也是有货的，一个白色，还有黑色。还有很多个颜色，还有紫色啊、卡其色，什么色都是有的。还附赠了一个腰带，好姐妹们，甜甜价699台直接带走。是的。然后没有，我们就先继续过。没有就是过啦。来，我们继续，然后翻转一下镜头。像这边衣服它都是有的。来。像套装它也是有的，像我这件的话，它这件的话它是一个套装来的，像搭我身上这条半裙，刚才是有试过的，做一个大版的一个前短后长哦。然后上衣它是一个210台，裤子也是210台，一整套下来就是420台。对，你们可以当带最后两套。对的。然后我们继续，你们想看什么类型可以扣在公屏上哈，姐妹们。对的，对，然后有在直播间的姐妹们可以帮忙分享一波，谢谢、啊、分享，我们就有自家美贝啊随机抽取送一件的，谢谢。然后我们，然后姐姐们，你们还想看洋装吗？还是想看内衣啊？你们都可以扣在我们公屏上，然后我们继续帮你们看一下，有洋装，还有套装啊，毛衣啊，毛衣会偏多一点，还有卫衣，还有裤子，短裙短裤都是有的。对的，都是有的，很多，价格也很甜。是的，全场210台，大多是210台的。没了，听到了不能没？没了。今天姐姐妹妈是乖女啊，我你穿高领的，穿那个套哦哦。这款有没有姐姐爱的？爱的都可以扣在公屏上。高领唔识字不吧？里面你对的。有爱的都可以扣在公屏上，这个是210台。超保暖的这款高领的，很好看。一号没有，我们就继续过。对，就一件。可以穿到我们的65公斤。对，65公斤都没问题。对，你们想看什么系列都是可以跟我们讲的。好像这个裤子啊，这个真的很推荐你们去入哈，这个裤子。对的，很绝哦。对，这个是一个均码来的哈，姐妹们，均码的。对的，均码。对，均码来的哈，对，均码。你们可以看我今天这条裤子差不多，但是这个有加绒哦，这个没有加绒。对，是的，这个是有加绒的，加绒的裤子只要210啊，超级无敌甜啊，姐妹们。喜欢扣2号加均码哦。对，都可以去入。
没有就过啦。那是伊朗，嗯，那是啥款式？现在把水面发的，发不到。你们想看什么类型可以跟我们讲的哦，姐姐们，或者想看我们自家的内衣内裤啊、保暖衣啊、睡衣啊、睡袍啊，都是有的。对的，都可以扣在公屏上啊、哦。对的呢。下次会吧，然后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那我们先坐一下。没事，进来唠唠嗑也行哈，姐妹们。对的，对，进来唠唠嗑也是没有问题的，都是没有问题的哦。对，然后没有，然后姐姐们也可以先点菜的，对，都是可以点菜的哦。对的，都是可以点的。这边都没问题，对，都是可以call的哈。是的呢。等一下被老板看到我们两个在偷懒。没有，我们是适当的休息一下哦。对，我们要适当的休息，吃个螃蟹。你们想看什么类型可以扣哈，然后有看回放的姐姐们哈、哦、有看回放的哦，我有说没加单就不要加。 对，然后其他都是可以加的。是的，像我们家这种睡袍系列什么的都是应有尽有的哈，这些你们大放心大胆去加。对，都是有大货来的。对，好，芭比裤那些都是有的。我呢？嗨，怎么没有呢？下午晚上好啊。哎，晚上好啊。对的，然后我们今天价格真的很甜，然后款式也是超级多的。对呀、啊，像这条光腿神器啊，这个是嘉绒的，来哦，我把它加绒光腿神器，然后它一个包装礼盒是这样子的，直接就是很好看的一个设计。对，是这礼盒装的哦，姐妹们，一条只要240台，每个女人都值得拥有哦，最少也要入一条，真的。而且这个很修身的哦，直接就是，而且它上身超级自然，姐妹们，第一是保暖了，第二是自然，对，对的，自然，而且第三就是显瘦，它会，有种收腹的一个感觉，然后把你的大腿、小腿啊那些虚肉啊都给紧实起来，很紧实的，很绝哦，这款，我们自己都入了，肯定不亏啦，这款，对的，而且很自然，主要是超级自然，主要是自然，对，不自然怎么会叫光腿神器呢？是吧？是的。然后你们要是想看薄款的那些也可以带哦，薄款有两种款哈，140台，然后这种还有另外一款，就是它的裤脚像带一个袜子一样那种，210台，对，都是有的，都是没有问题的哈，姐妹们。然后你们还想看什么系列都可以跟我们讲哦，然后没有的话可以进来唠唠嗑哈。对，是的。对，这个咩一千多块斤咩？一千多块。穿佢哋咩件事咯？我咪我穿到我就感觉我依啊，紧紧绷感。冇打破洞会出来，冇打出来就这么甜。对的，它确实有这个紧绷感，但是真的是很收你的那个，就是因为要虚肉的。对，就是要更好的休闲我们的腿型，所以才会上身效果才会说感觉会有点紧绷这样子。对的。对，因为很显瘦嘛。是的。想要瘦就要付出代价。对的，这一款真的很好穿。我送你一张，然后穿个贵点。唔知。拿去问你吧，你做广播你拍个点么？嗯，这个也是很有弹性的，有没有姐姐爱的都可以扣在公屏上。主要它我是很喜欢它这个设计，它这个这个脚底的一个设计是这样子，是一个薄纱款的，都不会起球，不会勾丝。这款不怕会起球勾丝的。像你到时候下面不穿袜子啊都没问题，像我像我穿光腿神器我就不穿袜子的，因为我直接穿个长靴就可以出门了，就可以出门，对，贼方便了。然后要是再冷的话再加个袜子就可以了，对，都是可以的。对的，都没问题。主要是它这款纹理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没有那些竖纹，直接就是很自然。看一下， 对，没有很多纹理，就直接就是一个净版。对，净版来的。
摸那黄色的。来，我们继续，发个光发吧，发给，发个小心，发个小心。然后没有点菜的姐，我们就先下播了哈。对，先拜拜，然后再婆妈一广播。对，拜拜，拜拜。